国早闽南歌，所安排的老歌，确实有真多呢，是日本曲所改。啊，咱听阿文哥有讲过，讲以前光复了后呢，大家搁唱日本迄个日本歌，是唱日本原文呢。当然，这对咱嘛无真好，所以讲为着要互有这个台湾的味，因咧真多歌都甲改安尼。咱今日继续呢。来跟阿文哥开讲者，阿文哥，你好哦。文哥班呢？嘿，文哥班呢？这我讲哈。嘿，我是唱怪怪的歌大汉的。对。所有的台湾人啊，是拢日本人啊，拢受伤了。嘿。譬如讲啊，新歌嘛是拢美国歌改的。去学校读册，日本的时代来讲啊。嘿。啊嘛是，啊拢嘛是拢美国歌改做，改做日本歌，嘿，拢安尼，你点知？咱台湾的女啊，中学校啦，还是讲女学校吼，迄台面兴起来嘛是，你要毕业嘛都爱唱外国歌呢，毕业要唱什么？什么歌？李歌哦，啊算不是，啊算不是美国歌啦，来，特别嘛拢美国。当然只要好听，大家也比较介接受，不过有一点嘛。啊，再我讲，啊你来啊做生意，你唱什么？就做生意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哈、哦，啊，这是对啦，大家嘛是改，不过一点就是讲，伫咧，咱算四十几年代改日本歌真多，好啊，但是进前无改，咱嘛有真多家己的作品。改日本的歌的时候，日本管的啦，啊，你来当时美国，像菲律宾美国管的要唱美国歌。哦，这有淡薄啊，这个关系啦，感情的关系。会晓讲的话，系啊。我是要了解讲，咱因为去改日本歌真多，是不是影响到咱家己本身，咱台湾家己的这个作品？哦，比如讲，伊句，周天王也好啦吼，或者在作家，的作品全减少去，有无？没有。会进步，上紧啦，即卖紧啦。嗯。你我拢改做，但事实上，伫迄个四十几年代，迄句也改日本歌吼，你后咱家己的作品，台语歌的家己作品确实有较少呢，较侪啊。那我就靠做出来，我进来出来，好，迄种有对，大家歌拢比迄阵的，唔是讲迄阵的歹，未输迄阵的歌啦。那嘛亚洲唱片吼。因迄句算，你伫亚洲哇，迄那伫咧五十几年代算亚洲上唱的嘛，吼、啊，你红个拢大牌。但是我要了解讲亚洲唱片为什么那会遐早，伊就结束，无搁再继续出唱片。咱借这件机会，你了解一点无？伊算真早都无继续出来。对，因为吼，嘿，我即卖讲一个。唱唱唱，那我在讲唱片卖几台，几台。妈妈生日包装要卖500,000台。哦，一定。大家拢在卖10,000台、200,000。迄个是你讲亚洲唱片啦。嗯。亚洲唱片出来，大家拢要买啊，卖200,000台啊。吼。对，嘿。拄仔讲500,000台是干那一条歌，真正就是拢总超过500,000，我超过。但是，我。如果是发明迄个78战了，变33算嘞。嘿。我阿哥，妈妈请你保重啊，落去。妈妈，我也尽量甲弄起。大家嘛是搁买。哦。妈妈。哦，综合精华的嘛是搁买。哎，妈妈请你保重，嘛是搁买30,000台，即马较济人啊，都50,000台啦嘛。搁无偌久，发明卡带出来。对哇，卡带 CD 迄种有，迄种有销啦。啊，即马佫卖卡带方便卖，大概卖50,000台啊。看妈妈现在。算算迄种。已经卖100,000台。对哇，我即马讲的就是讲亚洲唱片，迄句嘛应该赚足多，伊无爱佫继续做，一定有原因啊。有啊，我即马讲吼。嘿。即秘密讲了，说大家拢知影。忘记啦，即马这就是一个遗憾的所在。头家怎啊卖了别人？伊说去美国吼。嘿。做迄、那个。科学的物件啦，好，啊卖啦，好啦。伊卖也卖哦，王俊扑掉啦，卖也伊全部。王俊扑即卖，伊资管做迄有即卖是赚几啊？几啊百亿啦，迄电源呢？错，所以吼你免烦恼。不，王俊扑无做好要紧，虽然伊佫做白面。哦，所以讲伊卖啊，原本错档的吼，
蔡文啊，当署长，伊就，我是咧讲，迄句手臂哇，断掉，都全无做。啊，伊去美国。有可能迄句台语歌，小可较惊阿婆的款。但是，嘛无差呢。嘛无差。即摆像我外国，啊，即摆大哥去买卡带啊，我若要收人，我外国佫换做 CD， 佫卖个，然后变内在吼，内在连锁，佫然后又佫卖，我佫再变 DVD。你我大姐我去上哦，大姐我去上一招哦，不要哦，哦，有啊，等到可能我下下落去啊，你听我的歌，等到去落，特别嘛有。啊，伫咱古早咪弹歌，呀，你看咱的节目，啊，我甲文下开讲，哇，真侪集，吼，真侪集，你只要看咱的节目呢，咱经常拢会当安排。阿文哥嘛，经常咧看咱的节目，古早咪弹歌。有啊，我敢听咧。你敢听？敢听，因为吼，听我关心我听听众爱听什么歌，我看你咧放歌仔。系啊，所以讲我一礼拜放几落摆。所以今仔日咱的节目，你听着，可能我足趣味，有趣味无？有啊，啊你看啦，你看，你看咱这老水的节目有多位爱改进，有多位爱。像今仔日大改进。我今大改进。文兄嘛来咧，哇！谢谢。啊，个文兄啊，错咧。啊，这真正。结果，哦，真久无看文兄咧。啊，他都无变啦。啊，无啊，个冻龄起来。冻龄，跌。因为我十八岁做生意了吼。嘿。无去啊做生意啦。因为我不是十八岁。啊，个呀，没做生意咧。对。只卖有诶讲冻龄咧，个冻龄。所以，这就是乐观，当然做歌星也关系。对。好，这对咱在长辈时代嘛是，但我听阿文哥，哦。呀，算有年纪，但是也够真乐观。你听咧讲，哇咧，哦，这真正是人生爱快乐，真无简单，较乐观咧，系啊，哦，放较轻松咧，啊，真感谢，甲恁欺负，我跟伊欺负，一波又来一波，好来，下来过来听，呀，阿文哥唱的是《台湾之恋》，好不？好，来，感谢，谢谢咱的音效。感谢
心里的花心。中的爱情。